失败啦！五颗，好多啊！24颗，好的。好不好？四分之一是你。嗯，你看。哦呦！来，好，现在正常题，你要不要赌？好，来啊！我不要。你要不要加入？哎，不要。回味十年还没出国，你一定要加入。对啊，因为他这个惩罚太可怕了。好，我看一下。阿芝麻回台湾，阿芝麻回台湾了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了。哎，没有，要过海关哦。阿芝麻的服装在这里。哎，但穿这个搭飞机是舒服舒服的啊，哎，随时穿脱了哈。啊，这个啊，可以当就是做泡菜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您干嘛？您先拿嘞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好 ，OK， 两队剪刀石头布，来，大哥，剪刀石头布，叫做布 ，OK， 你们以后你们可以选择你们的 Lucky Star 摸出来，或者对方的扫把星。摸出来第一，我有自信，三战两胜，我已经跟该讲的讲了。怎么样？我觉得我们自己来摸一球，你来好不好？先摸个黄球来听听看。来哦，来个天才吧你！我让给这次的新手，纯药来，纯药，纯药啊，纯药，眼睛在上面啊，望天，纯药，看到了，看上面哈，来，我给你集气哦，好，黄的啊，还有黄的。先我先感受一下，先感受一下 ，OK， 就你来了，我来 ，OK， 他很有信心，给他来，黄球，因为他们两个就不能摸了。数只，一到五只，一二三，哎，十、十一、十一、十六、17、18、19，一、二、三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可以的，不要怕，哎，我们全部都摸，我没有自信，一定抽出黑的，没事的，仔细，我来了，什么叫做墨菲定律？我跟你讲，不能怕，不能怕，黄的，哎，小威牛，有人怕，黄的。黄的，大家黄的，大家在韩国努力了5天，就把你带到这一个黄的，一定可以，是不？一定可以，快！
王冠。